依家时间系19:43，我哋嘅行动正式开始。而喺刻计起嘅1:07之后，零号你又会正式按咗 on。你做好心理准备未？依系19:44，我哋正式出发。Dismiss。为什么我们四个会走到这一步？一切的开端是大约一个星期前，由零号的一句否白开始。其实我还是处男。2019年的夏天，我们从饮醉了的零号口中得知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。在两个钟前，我哋庆祝紧我嘅25岁生日。生日快乐！多谢多谢。做咩啊？出入足咯。唔使啦，仲细咩？喂，咁始终都系生日，又唔好求其打边度就算。我哋而家咁样，真系唔算求其咩？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踏入25岁，话老又唔算老，但可以肯定嘅系，我哋已经年少不再。25岁的 Barry 和读书时代一样，身边总是充满各式各样的女朋友。唯一不同的是，25岁的他不会再为了一段感情结束而喊。因为如果一个男仔成为一个男人，就是不可以将感情睇得太重。讲真的，20几岁仔拍过拖，唔使下搞到要过人世咁嘅。又唔好讲到过人世，好似唔好讲。25岁的 Bamboo 睇嚟是我哋四个入面成长得最正路的一个，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一个稳定的女朋友，一个稳定的未来。好像当我们还摸索着如何长大成人的时候，他已经热好晒身，大步向前走着。25岁的零号成长得很吃力，毕业之后3番4次转工，拍拖也没有一个拍得长，他看落就好像很努力拒绝成长一样。其实我仲系处男，但点都好，由细到大都不乏异性缘，又换世不公嘅佢，竟然仲保留咗处子之身，的确令我有啲吃惊。而踏入25岁嘅我，对于成长冇乜感觉。去到一个年纪，生日嘅意义开始越嚟越细，只系得翻某几个岁数会令你觉得有改变嘅实感。18岁、20岁、25岁对我嚟讲，仲好似牵唔上任何意义。点搞啊，凌浩？你问翻个受害者点搞冇用噶。事态咁严重，一定唔可以就咁算噶啦。你有谂法？凌浩，你之前唔系话有个女同事几正嘅？今次行动成败嘅关键就掌握咗喺呢个女仔手上面。这个女仔，又真系几靓，我衰鬼。专心。系，我哋今次行动目标就喺一个月内帮凌浩沟到呢个女仔，然后顺便脱离处子之身。咁实际行动系几时？因为我今个月同条女 pack 买楼啲嘢喎。喂，唔好连咁大件事都要好似要撑边炉咁，死个冷夹先夹到时间。你啊，黐线！我講另一餐邊爐啊！呢餐同你慶祝生日一嘢約到啦。點都好，我哋目前最需要嘅係一個行動代號。啊，冇錯，我諗大家認同啦。一個成功嘅行動，首先要有一個好嘅行動代號。啊，大家有冇啲咩好嘅 suggestion？ 喂，瞓咗啊？嗯，你买早餐 OK。哇，永仔，好耐冇见啦，唔使翻工咩？系由几时开始，佢唔再赞我大个仔啊，高咗啊，又唔问我读紧书定做紧嘢咧？唔通我喺世人嘅眼中已经系一个老？
25岁究竟可不可以算是一个老呢？老是不是取决于你为人处事的成熟程度，定是取决于你行为举止的麻甩程度？那如果你的幼稚又麻甩，又算不算是成为了一个老呢？他说真的 OK 啊。准备好没？准备好。我问你准备好没？准备好。准备好没？准备好啊！Hello。你的朋友来的？哦，不是啊，不是，不是，问路的啫。哦，是咩？咦，平时翻工唔见你焦头嘅？哦，系啊系啊，系咁易焦下啫。泡未？估唔到你会主动约我睇戏喎。哦，咁啱啫。喂，你咪癫啦！边个介意咁沟女噶？我唔系点啊？吓，有冇问题啊？沟女嘅第一步咧，就系唔可以俾佢知道你想沟佢。又好似系喎。总之你记住，对住佢一定要 show 到你自己都唔记得咗自己想沟佢。咁第时佢有啲咩想 hurt 你，你都唔会放喺心上面啦。喂，等听我电话先，说。顺利？好顺利。喂，点啦？跟住出嚟计划行动嘅 phase two 啊？我谂我大个仔自己搞掂噶啦。唉，唔识噶啦，你。我已经约咗佢下个礼拜夜晚食饭啦。喂，病煲呢？佢唔知道今日行动会议嘅咩？唔知喎，佢呢排好少打机。唉，等叫佢先。点解你唔俾我自己 handle 翻啫？咩啊？你冇咗行动小组点得啊？喂，我廿几岁人，冇话冇咗边个就唔得嘅。你就系唔得，你先到依家仲系树人啫嘛。ouch， 少少过分啊！我谂我要啲时间疗伤先。拜。喂，我今晚唔可以打太耐。零号呢？我想今晚应该打不成。 OK， 那我做完这些先。那一晚我脑海只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 Barry 这么坚持要帮零号？因为如果一个男仔成为一个男人，就是不可以将感情看得太重。咁样唔系同 Barry 经历嘅成长背道而驰咩？当时嘅我为咗解答呢条问题，只能够谂到一个画面，或者25岁嘅 Barry 根本就同以前冇乜分别。嚟啊，饮咗佢啊，饮咗佢会舒服啲噶。或者25岁嘅零号只不过系同当年一样咁天真。一两招啦，咁啊。七八支咯，或者25岁的病夫只不过是跟当年一样被我们做熟。啊，终于到啊！喂，行动主角迟到点做大事啊？都话咗我自己搞掂咯。掂你又唔喺度啊？在行动开始之后的3小时14分钟，零号将会回到我们的身边，跟我们报告喜讯。在这个闷热的夏天午夜，25岁的他将从柱林行列毕业，真正成为一个老。喂，他来了。医生，小零号他怎么样？放心，他已经过了危险期，现在已经不是只是他了。
局，賽後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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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局。咩賽後報局？賽後報局，賽後報局，賽後報局，賽後。我等就送佢翻去啊。或者男人要成为一个佬，可能就是要无论25岁定是35岁，都要坚持做翻15岁的自己。